傅您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啊，请您帮忙看一下81年属鸡的是否有药精者。有啊。啊，要多少张小房子？68张。放生多少条鱼？250条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请问我读什么专业比较适合？就是教育计算机翻译。教育计算机翻译两个是吧？哦，3种。啊，对的，师傅，交易计算机还有翻译三个，对不起，师傅。你几年属什么呢？81年属鸡的。教育计算机翻译，你现在读计算机比较好一点。好的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请问我可以申请移民吗？你试试看吧，你不要太嗲就可以申请移民了，你太嗲就不行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师傅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你要我这个讲话意思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我讲话意思你听得懂吗？就是说不要在色界上拼命的犯错。好的。好吗？对不起，我忏悔。啊。我一定好好修。